敢来此处找我亲兄。
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？王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 小师傅，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区区。
是大哥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 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忘了最好。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 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<笑>
大王先不与你纠缠，此番不从往西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是被那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这龙怪说的倒不假，借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，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